的家，无忧无虑，嘻嘻哈哈。可我心里还有个梦啊，想去海角，想去天涯。有谁和我一起出发，看看世界到底多大。他们笑我是个小呆瓜，我不放弃也不害怕。幼儿园的一天，大树幼儿园上课了，小朋友们都在干什么呢？嘿，小瓢虫，要按熊熊大侠，嘿哈嘿耶，来保护你们。小瓢虫，小瓢虫，你别跑啊！熊大，你慢点儿。妈妈知道了。这孩子，妈妈。俺不想跟你分开，俺想你跟俺一起上幼儿园。妈妈妈妈，跟俺一起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俺不要一个人去。熊二，昨天不是还好好的吗？又不想去了？幼儿园里今天肯定有好多好玩的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你去帮妈妈找一找，回来告诉妈妈，好不好啊？熊二最棒了。就是，幼儿园里可好玩了。熊二，快走吧，俺们快要迟到了。看着点路。熊二，你快点呀！妈妈，妈妈。好好好。看，猫头鹰老师。老师早。早啊，萝卜头。让开，让开，要迟到了，要迟到了。记住，儿子，等等我，我来了。熊二，快进去吧。爸爸，等等啊！去吧，熊二。你看，小朋友们都进去了。不要，俺不去幼儿园，不去。妈妈，俺们回家吧，明天再上幼儿园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求求你了，妈妈，不要。你不是答应妈妈要上幼儿园的吗？可是俺怕。熊二不怕，熊二最勇敢了。熊二，早上好啊，熊二。怎么哭鼻子了？老师。熊二，老师这里有好吃的，你要不要过来吃啊？好吃点。快来，跟老师去看看。妈妈，妈妈，你早点来接俺。好，听老师的话，放学了妈妈就来接你。俺知道了。熊二，你终于进来了。熊大，没事的，熊二。熊二，你看，好大的苹果呀！猫头鹰老师，新的文具到了，可以发给同学们了。哎，来了！猫头鹰老师，俺跟你一起吧。熊大，别走。熊二，别怕。你可以先跟吉吉他们一起玩，去玩吧，熊二。俺一会儿就回来。熊二，咱们一起去玩捉迷藏吧。俺不玩，俺想回家。好吧，毛毛，那我们去玩捉迷藏。走喽，我们去玩捉迷藏。走。太阳咋还不下山呀，妈妈？吉吉，站呢？哎，照呀！这儿。抓不到。哎呦，这桌子！嘿，这里。还有这儿。
抓错了。金刚二月，我帮你抓了不疼。哎，毛毛，毛毛，你犯规了！笨鸭子来了！放开我！金刚二月，我是毛毛。咦？哎，熊二也想玩啦？哦。嗯，嘿嘿。咦？哎呀，抓到你了！熊二，轮到你了，赶紧戴上吧。金刚子好棒，金刚子好棒。那当然。小朋友们，到大黑熊老师这里集合了啊！集合了，集合了，啥？大黑熊老师？他的鸭子好可怕呀！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少了一个。看不见，看不见。哦，我知道了。他还在玩捉迷藏呢。看不见，看不见。抓到了！楞个里个楞啊，枪咚枪，楞个里个楞呀，枪咚枪。最后一个小朋友也找到了，现在是户外活动时间，大家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，出发吧！大黑熊老师好像也没那么可怕，走了！好好玩，要注意安全。上来了，滑梯这么高，没有本王子保护你们，那怎么行？哎，快快快，我成功了！转不动了，实在是转不动了。俺力气大，让俺来转转盘。好啊！哎，快点，快点！好像力气太大了。看我的！蹦蹦好厉害呀！熊二，你早上怎么不高兴啊？因为俺想妈妈了。俺刚从姥姥家回来，俺还不习惯上幼儿园。今天是俺第一天，啊，不是第二天上幼儿园。原来你刚从姥姥家回来呀，难怪你说话的口音怪怪的。俺刚才早忘记想妈妈了。反正俺就是想妈妈。我也是，超级超级想妈妈。还有，还老想回家，老想哭，都是胆小鬼。本王子什么都不怕，最勇敢。吉吉骗人，吉吉刚来的时候老哭鼻子。跟个小宝宝一样，真的。啊，俺明了白，原来大家离开妈妈，离开家，都会害怕呀。
不是明了白，是明白了。明了白，明白了。再见，老师，再见，熊大熊二，妈妈。妈妈，俺今天看到了好多好多虫子呢。妈妈妈妈，俺今天没有光看太阳，也没有哭鼻子，也没有老想你。熊二可真棒。俺还和好多小朋友一起玩了呢。这有什么，妈妈，俺表现得可棒了，是不是？是啊，俺表现得最棒。熊大熊二，你们都是妈妈的好孩子。走，咱们回家吧。再见，再见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刚上幼儿园，和小伙伴们是咋样相处的呢？快告诉你们的爸爸妈妈吧。再见。喂，我发现了一个神奇的东西。哦，什么东西啊？你们快来看呀。这是啥东西啊？你们看，哇，方特东方神话，一个有故事的乐园，有过山车，好惊险。好想玩呀。哇，可以跟爸爸妈妈一起去。方特成就欢乐梦想。Yeah.